条不论粗细，装叉不论岁数。我是你的教练杨晨大神。嗨，大家好，我是你的教练杨大神。然后今天的训练笔记跟这周的教学没什么关系，因为我在这两天的打球当中发现了业余爱好者还是接发球这个第三拍存在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当搭档在发球的时候，我在后面准备的时候，这个球还是处理不好。那今天训练笔记还是要教一下大家如何去处理这种球。那我们就开始吧。今天这个就是第三拍处理嘛，对吧？他当在发球嘛，对吧？我在这个位置分球，绝不起球。就是第三拍我们有个宗旨啊，肯定不起球了，对吧？最差也要抽完分边，最好是能够通过你的这个感觉打对方的那个空档是最好的，对吧？然后准备快一点，重心低一点，拍子他球切网过去肯定都站过来的嘛，对吧？肯定到这一块嘛，基本上硬的话就是那个球是硬的话基本上这一块，对吧？放这边左右差不要差太大啊，稍微平一点，因为它会推啊，对不对？这螃蟹一样去移动，两边都要走，懂意思吧？然后把那个球打清楚，第一个不要失误，第二个是把球打清楚，打哪里明确一点，对吧？抽直线最危险，因为人家抽完的抽直线是最危险的，一般是分打空档为主，别起球啊，第三拍不能起球。开始吧，准备好迎上来打，脚不要动啊，脚不动啊，对，球打开，脚步一定要动，绝对不能站着打啊，分清楚，站太直了，腰都挺起来了，你脚不要动，球来了就脚不要动，不要站着打。再说一遍啊，对，不要站着，对，脚不管他那个球在我面前，我也不能站着，他太猛了，我往后退一步，他不够猛，我往前顶他，你绝对不能站着不动你的脚，对，好球，是不是感觉还可以吧？是不是？好球，好球，动起来，边一点，好球，脚步一定要动，对，脚步一定要对，脸上的球脚也要动啊，好球，太高了，你怎么打两下又站起来了？太高了，盯着这个线，盯着没有？盯着它，盯着这个白边，好球。不要回打必死，对，我要扑完你我会拿，你拿过你再给我扒两块把你打死了，就站起来了，好球，可以啊，动啊，太冲了怎么办？动，对，你动，当动嘛，脚千万不要站死啊，这个很重要啊。第三拍很忌讳脚站死，好球，好，可以换人，不错，我封给你，再给我个一拍锤死你，分清楚，好球，脚动起来，好球，这个很好，脚动起来，重心低一点，重心低一点，好球，可以，可以，可以，对，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灵活点，又差点踩了屎一样，好球，很好，好球，很好，不错，来换人，脚动起来，好球，动起来，动起来，伸拍再打球，不要脚先走，拍过去脚动，你不要脚走拍再动，骗到你就死定了。伸拍子伸快一点，伸，对，伸拍子伸快一点，你这样球必死，再往前移动啊，对啊，再往哪移动，对，你要动起来，脚不要站着，小碎步多一点，好球，必死，我跟你讲，我抽哪里回来你必死，好球，好球，可以，
好，就这样。几个训练重点，对吧？一个是我们脚步一定要移动，然后还有一个你的准备方式，还有一个在对方扑压的时候千万不要打哪里回哪里，因为人家扑你，人家肯定在外面等你了，人家抬拍快一点，你回去发力看你打，还在以分球稳定为主。关注杨晨大神微信公众号，有你想要的一切羽毛内容。更多羽毛球教学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杨晨大神，谢谢大家支持。